他的复苏啊，没带骸骨，他的复苏之风，大概率只能是复苏了，应该。 舒服，没到三级啊，兄弟，很难受。经验少他还挺多的。 发育吧，千珏哥。千珏哥发育一下吧。 不能打上半区，兄弟，不行，这千珏也有点毛病，这千珏老师也有点毛病，我跟你说，这把只能打中下，这把不能看上半区，这哥们不为这小豌豆玩中路的，这狗熊等会要无敌了。
不能再跟这个天蝎了，真不能再跟他，纯纯断我自己节奏。A 出来了，可以。应该抓死了。死不掉吧。啊！要晕了，想两个全部的，又没补到，真的累呀。鳄鱼不会玩，他连怎么压人他都不知道，很舒服啊。这鱼连怎么压人他都不知道了，哎，就是不走。太大呀，我这 TP 就是为了救你，你不开大，其实也不是为了救他，我主要是想下来拿头，他如果开大的话我可以救他的，好爽啊。这把先攻偷了263，十分钟艾克打鳄鱼先攻能偷快300，鞋子也出来，饼干也有，起飞了，基本上鞋子还不用买。哎，慢慢偷吧，白天的人真的有问题的，我跟你我进攻被断了，我操！白天的人真的有问题，给他吧，管不了。屌鳄鱼就在这里恶心这个 F6，
没成绩的昆巴龙啊，鳄鱼闪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里必须早点移了，这鳄鱼明显这个走位就是优闪。哎呀，真不能被他害啊！我操，纯纯害人精啊！ 问你妈！这你都敢打我，你疯啦？ 好肥呀！可惜不能出影面，还是只能出纳什，毕竟是那个什么333。哎，还不如我对线期投的，还没有对线期投的多。对线期反而能拿这个鳄鱼提款，对线期过了以后反而打不到人。 有阿仲才有机会救他，没法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冷静一点吧。冷静一点。打这区真的有艾克啊！打这区没艾克有点难玩呢，真的，潘森不好赢。 刚好有那个一直在搬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现在两个艾克狗在玩，我想把大神打完再回家。 还有一个就是大兵老师，大兵老师也在打这个区，第一把就排到了，好兴奋。 但是也只能撞一下。<音><音>
补刀有点少，不然晶体能更好。我一定要拼信号啊。这波是一定要拼信号的，因为岩雀没那个他那个蛤蟆打完了，就证明他在上半区。是没事的，还好下路还可以，还好下路还行啊，这把下路不会玩难打的要命啊。不想卖多兰，这种钱都不要卖多兰。21分钟3件，还行吧，740。这个，准备去小龙搞一下。听牌龙啊，这条
两路。会是谁呢？这里哦，本来不想进的，真的，我本来不想进，但千珏根本不敢进，还是我进吧。那千珏不敢进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也不想进的，但是我看他不敢进，我就进了。再破一路，哎，不管了，我猜我的。